洛阳万塔不见浮屠塔，连访星罗难寻十二人。自长安元年起，朕好几年都见不到告密者了，原来都被灭口了。神都接连发生命案，此事因为你而起，我杀了你便可离开，那你不妨试试。我很好奇，一个曾经守护神都城的人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。不是他，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。杀过人吗？没有。打过架吗？师傅，你打过。大业将成，莫非是指神都将会有场浩劫？你搅进这盘棋局的，能有几个是良善之人？神都那把火烧向何处？还有一种可能，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假象。